尚最时尚，回家的路上我情不自禁摩擦摩擦，站在光滑的地上摩擦，月光下我看到自己的身影，有时很远有时很近，感到一种力量驱使我的脚步，有了滑板鞋天黑都不怕，一步两步一步两步，一步一步是爪牙，是魔鬼的步伐。正常来说，矿石宝物应该是摆在城堡最深最隐秘最安全的地方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宝物摆放的位置竟然跟外面世界只有一墙之隔，这是哪门子的坑爹设计啊？来拿宝物的人完全可以直接炸开这面墙就到达终点，这种感觉就好像玩 Super Mario 过了重重难关之后发现，其实你只要往左走就到达目的地了，这是哪门子的坑爹天才主意啊？哈哈，对，所有人不分散开警戒四面八方，而是站成一圈喝茶聊天。Why not？ 还有什么坏事会发生嘞？明明刚刚还拿着威力强劲的武器，就是站着不打飞机，非要使唤下属组装枪械，给主角逃跑的时间。而且这组装枪械的工作只需要三个人干，好不好？其他人啥都不做，站着干等是要恶心谁啊？尤其是你这贱货，不要给我假装得很像你很忙的样子，你害我都忍不住帮你尴尬了，好不好？再来，你们明明早就发现了对手的交通工具，就不能对他做一点手脚，让他故障吗？这点先见之明很难有吗？ All the time, but it's not something I would ever say about myself. 就这样，这就是传说不死手、冷血无情的杀手，在执行自己人生中最重要的任务。That orb is my opportunity to get away from Thanos and Ronan. 所拟定出来的计划，这计划就是用色诱分散注意力，然后拿了宝物就跑。你是在跟我开玩笑？能不能认真点？这波就只差他抢了东西之后没回过头，大声的嚷嚷：“啊，你追不到，你追不到啊！”屌啦！So you definitely need to get that last.啊，想一想，这一切正在发生的时候，瞭望台上面的这位仁兄，他到底在想什么呢？那个囚犯素人是在猜他吗？怎么办呢？我告诉自己，这是真的，这不是梦。快看那素人一步两步，一步两步，是爪牙，是魔鬼的步伐。摩擦摩擦，站在光滑的地上摩擦摩擦，是魔鬼的步伐，魔鬼的步伐。搞屁啊，为啥要一枪一枪的嘞？为什么不能一开始就说真的，为什么一枪一枪的嘞？对，无重力状态，监狱守卫们的最大弱点，毕竟这里又不是什么高级的太空监狱，这些人也不是每天在宇宙飞来飞去的太空居民，更不是受过专业训练的太空监狱守卫，他们当然没有办法适应无重力空间咯。你说对不对？对不对？ Watch your wallets. It's 30 units. Get out of here. 好吧，这样的画面的确是很有爱，但是我的狼心狗肺还是忍不住觉得，这样的孩子遇到这种事，合理的反应就应该是啊，这他妈是一朵花，我一朵花搞屁啊，又不能卖钱，老娘在里混了六年，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，你一朵小花就想要忽悠我，钱来 ，money， come on。My father didn't stress diplomacy. Thanos? He's not my father. When Thanos took my home world, he killed my parents in front of me. He tortured me.Turn me into a weapon. 这些大魔王死变态还能不能再贱一点啊？找个跟你无冤无仇的孤儿来洗脑有那么难吗？非要杀人全家打人妈妈再爷爷带回家，等到人家长大背叛你之后才来问对方为什么。What do you do with it? Do? Nothing. You listen to it. Or you can dance.
4 billion units rockets. Suck it up for one more lousy night and you're rich. 罪犯聚集之地，实在不好大声说你有40亿。哎，我有个主意，不如你把面具给他，然后你自己跑到飞船里面待嘞，那么两个人都能得救哦。又或者是火箭浣熊的体型不是挺小的吗？虽然刚刚说飞船不能够塞两个人，但是这两个人应该是以成年人的体型来做标准，所以就火箭的体型来说，挤一挤应该还行，大不了就直视尴尬点嘛，反正为了要救朋友，没什么好忌讳的嘛，哈，啊，好吧。Cover down! Submerge! All pilots die! 高科技宇宙飞船对敌人的侦察竟然是透过窗口目测，雷达什么的都没有吗？哈 ？Necrocraft pilots, enact immolation initiative. Everybody shoot them before they hit the ground.其实这样设计这些自杀飞船有什么屁用啊？你当这些飞船是棉花吗？炸了就没了，一点毁坏的残骸都没有，哪有这样的？好像还真是炸了就没了耶。不管，这样扣你分。在这样强烈的痛苦中，竟然还能够换手拿宝石呢？总感觉很不认真啊！如果他能够这样随便换手拿，那么他应该也能够。摩擦摩擦！屌啦！最后我们来谈一谈电影里面的几个反派。说穿了，这些人就是一群穷逼铁公鸡，却也要装逼。一个想要拿着球球来征服全世界，另一个要拿着球球来摧毁什么屁达拉的。雄心壮志吹了一大堆，人却毛都不干，整天就只坐着摆 pose 装逼。整个反派的运作体系就是最典型的狗屎公司结构，一系列的工作分配到来，真正在忙的也只有那一个悲剧。这结构套用到电影里面的反派，也就是这人渣坐着看这废物，站着看这二逼，坐着看这贱货，站着看这群悲剧在做事，还他妈想征服全宇宙，就你们这点尿水。好吧，即使你真的不想要做事，你找人帮你做事，那也找多点人啊。既然这球是你征服宇宙的关键道具，派个军队杀手、超级高手什么都好，去把球找出来啊。结果呢，你只派了8个人，被轻易干掉的8个人，想怎样？能不能认真点啊？这种感觉就好像你想要成为 YouTuber， 结果视频一个月更新一次，搞屁啊。等一下，这例子是在骂谁啊？怎么怪怪的？